八十一了，这个十字的灌顶柱啊，现在这个十字灌顶柱哈，这个营若无完哦，后礼拜就完了哈，讲完安尼。这个地藏灌顶柱，什么是菩萨的灌顶柱？灌顶柱的水准啊，要成就十种地安尼。那么这十种地是啥物？所谓震动无数世界，第二照耀无数世界，第三主持无数世界，第四往界无数世界，第五严净无数世界，第六开示无数众生，第七观察无数众生，第八知无数众生根，第九令无数众生处入，第十令无数众生调伏受持。那么为了要成就这十种地的灌顶诸菩萨，应该劝家己勤学诸佛的十种智慧。那么这个何者为实？什么是诸佛的十种智慧？所谓三世地，第二佛法地，第三法界无碍地，第四法界无边地，第五充满一切世界地，第六普照一切世界地，第七主持一切世界地，第八知一切众生地，第九知一切法地，第十知无边诸佛地。以上十地为如来之一切种地，但是灌顶诸位菩萨应该勤学习成就这十种地安尼。那么第一三世地，那么什么叫做三世？对这个三世先了解。这个三世地佛法里底，另外一个名称叫做三世安尼，就是过去世、现在世、甲未来世。因为这个世字，就是千流的意思。安怎叫做千流？像昨变今仔日，今仔日变明仔日安尼，这个叫做千流哈。就是有过去、现在、甲未来这个意思，这个叫做千流哈、就是有为做作的事物。一刹那间不停安尼，头前一秒，现在一秒，搁后边一秒，安尼直直过去。这个叫做潜流啦哈。但搁在一个问题讲，这个事物中生一个别安尼，这个叫做潜流，有生就有别。什么叫做别？就是六根别应接叫做别。那么来死去搁在生，就是讲六根搁在生出来，这个叫做生。因此呢，像未来生者，未来生，未来出世，叫做未来世。比如讲明仔载未到，迄、那个叫做未来。但是呢，已经生，比如讲今仔日嘛已经过去啊，已经生为现在世。那么灭了，伊个是过去世，昨灭去啊，今仔日嘛别个灭去啊，安尼叫做过去世。所以这个《宝积经》九十四卡讲呢，三世所谓过去。未来现在，这个是叫讲世间哈，世间有安尼，温和过去世，欲发生依灭安尼，名过去世；温和未来世，欲发未生未去，是名未来世；温和现在世，欲发生依未灭。咱人生出来啊，但是还未死亡，这个叫做现在世安尼，咱家己阿公阿嬷生，但是已经死亡啊，这个叫做过去世。有诶，咱诶孙啊，咱诶囡仔阿未生，这个叫做未来世。所以三世当然是对世间流程讲诶安尼。所以世间有过去、未来甲现在，所以甲讲三世有过去诶一分，现在一分，甲未来一分。有过去一点钟，现在一点钟，未来一点钟。譬如讲咱。七点半到八点半上课已经过去了嘛，那个叫过去世啊。那么进第二节课叫做现在世，但是第二节课结束了有那叫做过去世、那么九点半以后是还没到，它叫做未来世、这是世间法，有这个日月叫流转， 有这个地球叫公转跟自转，所以地球的公转就是西太阳一年等于一年，那么这个叫自转一年，就是几日安尼。
咱这个世间，所以他讲讲什么话呢？天地无情嘛，吼，啊，就我无情，皆随咱老安尼。哦，安怎感觉听到这几句话？哦，所以人出世无偌紧，无偌久就老去啊，老枯枯啊，哈，这种紧的，这个叫做世间。所以其实三世无实啊，哈，三世是无实在。是世间法甲看是改成真诶，但是事实是无实在，所以这《维摩诘经》的地主篇讲：若过去生，吼、哦、过去生已灭，那么若未来生，未来生伊个也未到；若现在生，毋过现在生无住，吼、哦，安怎哦？过去都过去啊，未来也未到。现在什么叫做现在？注意，一秒一秒伫咧过，哪有现在？无现在哈，照讲时空，这个时间中无现在。你甲想看卖，一秒一秒咧，一粒久就变一分，一粒久伊阁变一点钟去啊。所以应该是无现在哈，你家己咧体会看卖啊。哦，所以唔可叫讲现在生伊阁无住，安怎啊吼？所以三世无实啊哈。佮另外讲一人讲，一切法生灭不住嘛，所以亲像幻化。啊，亲像迄个电工安尼，即是电字是去讲迄个闪电的电啊。所以众生复生复灭，是幻化生成，甚至一时间的短促，都亲像闪电安死一个就化去安尼。所以卖执着现世啦哈，唔免执着。你今仔日个外年应邀，也是亲像闪电；外年悲苦也亲像闪电安尼，一日就过去啊。所以这个应该讲是无三世，但是这句三世地为佛地，就是显灵通达三世皆上的虚幻安尼。因为众生是未接三世有嘛，但是今仔日咯，三世地就是三世的皆上虚假无实体，一定要彻底去透视在，安尼你将来才会当为众生开发，吼、哦、三世世间虚假。啊，虚假甲安怎？啊，本身有哪较未去执着安尼？哦，所以众生因为妄情执着，较显露有过去、有现在、有未来安尼。但是过去是少年，现在呢无现在，不过未来一定老，你爱注意这点。所以咱人有一天一定爱死亡，这未变。会记着呐，绝对未变，应该爱死亡，但是要死唔知影，所以唔免。唔免考虑，讲惊死啦，都惊死一定爱死的嘛，佮惊嘛爱死，啊无惊嘛爱死，吼、哦，所以即句话就讲，看破生死啦，对生死唔免惊，生死呐惊一种吼，可能你今仔会造成未来，佮再受到这个环境甲你绑咧，啊了解吼，所以合法的人哦，大乘菩萨都一定爱突破生死，爱注意这点哈。那么第二叫做佛法地，安怎叫做佛法地？因为这个佛法是什么？佛者觉也，佛就是觉，佛所以佛道称觉者。另外一个名称，它叫做佛道称智者嘛，吼、哦。所以有智慧能自觉，有慈悲心会当觉他，啊自觉觉他圆满，才成为佛安的。啊，那干那会当自觉哦，会当自觉，这个叫做罗汉。但是觉他未圆满，他叫做啥？叫做菩萨安尼。所以这个无上正等讲吼，这个来我搁甲一句话甲注意讲，这个二乘甲大乘无同。阿耨多罗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译中文叫做无上正等正讲。啊、哦，无上。按照哈，众生是不知不觉啦。在这个水乡内底当作故乡，汝道伊唔单讲这里是汝道，所以被贪嗔痴执着，他来灭灭造业。所以众生是不知不觉。有一天咱已经明理啊，达到个人的解脱，叫做阿罗汉。罗汉道有正觉，哈、哦，罗汉道有正觉哦。所以一觉，一切法界缘起，
缘起本空，这个正觉。但是菩萨道除了正觉，伊搁在怎讲一切法，一切众生本来平等，所以菩萨道伊有正觉，也有正定，安尼。阿罗汉无阿罗汉无正定哈，菩萨有正定，阿罗汉有正觉，菩萨是正定兼正觉，所以菩萨伊有正定心，才会觉一切众生，要让众生会当正觉安尼。但是佛陀叫做无上的正定觉，这个叫做智慧圆满，福慧福圆满安尼。因为佛陀不但有正觉，甚至伊有正定。正定但是达到最高的究竟圆满，它叫做无上正定觉，正定正觉安尼。菩萨一未修，彼地相闻，达到福慧具足，所以迄个佛果，因地度一切众生所成就这个高德的佛果，叫做无上正定觉安尼。啊，咱今仔日一定爱达到这种的水准，不但爱正觉，甚至爱佮有正定心度一切众生，一味努力。你唔免去考虑，当时要成佛，反正上高速公路，你若知这条路直通去，我要目的地，做你使就好。这句话是咱迄个个啥物人甲讲的？海魂法师甲讲的。我两个人谈一点钟的话吼，伊去棒球遐找咱。安怎样？差不多大家看法大概无啥物差别安尼。安怎样？听吼。所以讲今仔日。一个甲讲一句安尼，讲伊一个地主去跪伫个面头前去哭安尼，啊跪伫个面头前去哭，这地主为什么去哭？伊讲伊听净空法师讲，一定大家拢爱来西方安尼，啊即嘛伊就去要求海云法师讲，咱较唔拢来西方，为什么你唔去西方？吼、哦，伊去求海云法师发心去西方安尼。海云法师讲：“人各有志，要去法师要去的人去，我要带只大众生。安尼含我个看有相个无？啊，小声嘛，安听吼。应该吼，海云法师会甲讲，讲那大家，我那大家拢总去西方，恁个子孙啥物懂？我看你到地方，伊都唔敢讲，一定爱坚持海云法师去西方安尼。”那么我那甲讲讲，有高雄有一个地主，有来面头前问我，目屎过流问我，讲师傅，大家师傅拢要去西方，啊，你敢要去西方？我讲我无要去西方，我若去西方，那么这众生要安怎呢？迄、那个男众目屎准流出来，流流了后准收起来，好加载安尼，安听吼、哦。那么这对男众甲我跪求的哈。含迄个女将甲海云法师跪求的说，两种的心理嘛。但是阮两个同齐一种的心理，我讲着听。好啦，我来西方，那么遮啥物人要懂？大家拢去的吼，都一寡法师拢讲要西方嘛，皆鼓励大家拢去西方。所以人各有志啦，伫这个所在的完成菩萨道，应该是较特色，唔免一定爱安尼。所以迄、那个。海云法师迄个女众弟子是讲听净空法师讲，我大家拢一定爱去西方，唔通担这个五道恶世嘛。啊，那安尼恁今日选了啥物道？我问恁，哈、哦。所以这是咱阮底下讨论的。但是即马较会注意，甲大家搁在刷对这个类呢。哦，我正要甲注意讲者讲，今仔日恁也知影讲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哈、哦，生死是虚幻的话啊，应该出生入死恁免惊。我讲听好无？出生入死应该没，因为生死是虚幻嘛，吼、哦，所以三世嘛是虚假相啊。我讲安尼的话应该恁听哦，你何必着贪生怕死呢？你着去西方吗？无去西方未使吗？吼、哦，会记一下。所以今仔日三世加上虚假，非有实体啊。但是众生因为妄情未接咧。所以唔够三世问题嘛吼，这是谈到跟恁补充。但是今仔日你要达到正觉，唔是咱即马去讲佛法的正觉哦，唔是迄个二性的觉。爱注意这点嘛，
人生的觉是个人解脱的觉，凡夫是不觉，所以凡夫在六道轮回。但是菩萨有正定，所以他要度一切众生同正觉，所以大家究竟原本叫做无上正定觉嘛。但今天如果放弃众生要个人求得解脱，这样没什么特性，菩萨不是要跟我们教这样，那是不得已让那种看慢紧的人去念佛的，听到没有、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在这个世界里面度无量众生，这个叫做自觉跟他觉性圆满跟成为佛，要了解这点。所以佛跟他所说的法，佛陀跟他所说的法叫做佛圆满，所以你来注意这点哦，就可以让众生自觉，甚至还在觉他，所以那个灵自觉觉他那个就是真真正正有接受到佛法、但是佛法就是佛陀说的法，就是爱众生的大乘法，去自度兼度他。那么这样佛陀跟我们说的佛法就是要让我们成佛，但你今天如果不能发大乘心，就是你本身不是佛法，这样了解哦，要注意这点，你不是不是佛法。所以这个不能说你说一些和佛陀相关的法，你就说叫做佛法，这样不行，因为重要基本法叫做佛法。所以这句话叫做佛法就是成佛之法，这样。那么这个八万四千法的八万四千法呢，不要怎么说，因为这个是叫做方便算哈。但是今天这八万四千法的修行，因为你对非常根基非常低的众生，你给他说那个人天性的法，让他可以离开三摩陀，永远在三贤道里。三贤道里就可以听经闻教，听经闻教了他，然后说出解脱法。解脱就是佛法的根本法、佛法的这个观世音教的法，就是四体缘起道品。那么这个四体缘起道品让他修，修修伊有一天伊会当自觉，那么来较在灌输大乘佛法安尼，所以这拢种方便说，安怎样吼？所以八万四千法慢慢来加教，将来必定成佛。所以佛法就是成佛的方法安尼，成就佛道的法。但是有因缘缺教的关系，所以那是有大乘根基，直接来讲大乘不强法，而这个了义法。那么那是都无迄个大乘根基，唯有方便开示安尼，可以入到这个如来正法内底因缘，安尼这个叫做佛法啦。那么金刚经有讲安尼，讲如来说的一切法皆是佛法，就是凭佛陀讲出来，无论你方便说了义法甲不了义法，这个拢总是佛法，但是随机客教而已呢，安怎吼？所以这个大宝积经第四毛讲讲，如来相说一切诸法皆是佛法，依无诸法令现了地名为佛法。这个是讲佛陀所讲的法，一切法拢总是叫做因为有佛陀的嘴讲出来。那是菩萨讲出来叫做论，佛陀界定的戒叫做律，所以这个叫做经律论。那么今天如来相讲的一切诸法皆是佛法，但是依无诸法令现了地，比如说今天我们对佛陀的这个方便开示，你也知道根本佛教你也都知道，原始佛教根本佛教了义法不了义法完全精通，这个拢叫做佛法。因为菩萨都一定要完全精通一切法，一定要，因为安怎样呢？未来你面对五浊恶世一切众生，你要开示的中间，你一定要精通一切法，要注意这点。知道可以说有智慧自度，有智慧出生人间，说一切法度众生，这叫做佛法地。但是一定要学，注意一定要学那么来，什么叫做法界无界地？那么这个法界有很多种类，这句名相有很多种，佛含众生的本体，就是那个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那个叫做法界，就是第二体叫做法界，另外一个名称叫做实相，也叫做法性，那个就是宇宙，
的第一义，第一体，所以称为法界，就是宇宙的绝对真理，称为法界安尼。吼、哦，就是众生的如来藏同一体，迄、那个叫做法界，就是讲安尼。那么另外就书来甲伊讲啦，因为谈到迄个是就理讲的，那么就书来甲讲，法就是一切法，界就是分界。吼、哦，一切法有无同的主体。分界无同的作用，譬如讲，咱目睭前这盆花吼，有多种类，多种类即个就讲无同的主体。窗内心毛真侪种色彩，对吼，迄、那个就无同，迄、那个叫做不同的主体。人有无同的水火风土所组织的，迄、那个就无同的主体安尼。男女有无同体，生理拢无同，吼、哦。那么这个搁再讲，动物有无同，这个叫做无同的主体。那么这个分解的讲作用无同，生活无同，饮食无同，家庭无同，所以每一个家庭，家的家庭唔是一个家庭，一个家庭唔是饼的家庭，这个叫做分解安尼。所以个人的这个爸母饲个人无同的囝，啊，甲养成无同的个性，这个叫做事的分解，听无？罗马气喘，你甲看你生仔囝煞变啥货？富贵一定是王八蛋的嘛？对吼，零生零，红高红，红生红，吼、哦，阿鸟鼠仔囝会打洞嘛？哈、哦，对吼，所以什么爸母生什么款的囝，啊，饲什么款的人，这必定的，这个叫做分界哈，分界，伊个家庭的生活气氛无同的多，吼、哦。空间不一样嘛，安怎样？这个叫做改了哈，这个叫做改啊。有阵咱讲话爱作注意啦，像今嘛教育部长就讲啥，讲伊要让人人有车趟嘛吼，这唔免讲。伊个特色就讲人人要读册，安尼较特色，听好无？今嘛都有车趟都唔读册咧，是怎样无？人日本读册风气比咱台湾较好，台湾个人无啥要读册，听好。啊，所以讲人人有车趟，应该有啊。因为咱的经济，国家经济真好，要读什么册嘛有。但是唔过都出灾人都唔读册。啊，你的特色就讲，你变哪样，你教育部顶变哪样，好灾人欢喜读册。我认为安尼较牛啦。啊，若讲一句人人有车趟吼，迄种老掉啦，安掉无？啊，无迄无迄种老掉啊，听吼。我看差不多偌济啦，换汤无换药啦，差不多偌济。无都因为遮人歹教，真正歹教啊！我看佮在十个教保证，我看也无法度教甲人人要读册啦，听吼。只是个图书馆一大堆，册真丰富啊，吼、啊！啊，恁要读册唔读册，我嘛唔知道，加减啊教，反正吼，就是有兴趣的人才会来。啊，若无兴趣，有时阵对这大声发言吼，听无咧。啊，都无爱听，啊，不过你无听，伊阁袂使，所以最首先爱鞭策家己，互伊成习惯，安尼你就爱听经，这是必定安尼嘛，头发甲掉咧掉咧掉咧滴滴落，吼、哦，所以佛陀会说了49年，有哪有相当的理由伫咧，听话。但是这个是个人的情形，个人的心境，个人的蒙蔽，个人的生活习惯，所以这个叫做无同的作用，所以这个叫做无同的法界安尼。哦，那么佛法中有思想谈到是法界，这个叫做佛的法界、菩萨法界、缘觉法界、声闻法界，这个叫做四乘法界。四乘法界，这个声闻甲缘觉两项叫做二乘法界。那么顶管这个叫做菩萨法界安尼，哦，究竟圆满，它叫做佛的法界，安就无讲。但是呢，搁在六道内底有一个天的法界、人法界、阿修罗法界，哦。但是天法界伊个分欲界，欲界搁在六欲个法界无同界，吼、哦，色界搁有四禅十八天，这嘛无同界哦，因为水准无同，所以生的世界无同，搁在无色界伊个有四空间的界，吼、哦。那么人法界内底呢，搁在有分一个富贵贫穷，吼、哦，啊，生命有诶当地，安尼伊个无同，家庭生活无同类，无同情形，阿修罗伊个是另外一个。半鬼半神，搁再来鬼法界，一个无量的无同
无共迄个个生活动态。搁再来畜生的法界，搁有四十亿类，安尼嘛无共。吼、哦，搁在地狱法界，搁有无量，啥物寒冰地狱、火热地狱、油井地狱、一百孔地狱，即拢无共的环境。吼、哦，所以即个是无共界，安尼，所以即个法界。除了佛的法界平等平等，那么其他九的法界是无同界安尼，所以十方三世一切佛是平等平等哈，迄、那个是无同，迄、那个是平等尔，啊其他拢无同。但是咱的个体无同，生活无同，咱同大的空间无同。我甲你讲大的空间无同哦，对恁即马家己唔着感觉无？咱的厝内的气氛，有时去到别人的厝内气氛无同。下边恁家己看，恁若是有想去朋友因厝吼，有想你会感觉，哎，这个朋友内底有一点啊俗气啦，书香门第有点啊俗气。有时阵入去到朋友因厝，哎，内底个大厅啊臭臭味，注意就是伊内底绝对无卫生。我管你着听有啊，吼、哦，绝对无卫生，搞臭臭味。无应该吼、哦，迄、那个灶骹袂在烫来较大厅，所以即摆即个气氛，一个人诶生活动态吼、哦，气氛无同。有阵入来呢，甲看，太阿公婆面啊变变，是咱无咱来无欢喜，也是因阿公婆都冤家相拍，咱着知影嘛。迄气氛无同，所以一个家庭甲一个家庭完蛋。有诶入面内底酒毒，有诶入面就甲朋友就甲囡仔伫遐耍，皆以白啊以啥会安尼。迄、那个叫做无共界安尼，那么我唔知恁个界安怎样哈？恁个敢够有酒毒？敢无？三宝地主袂使有酒毒，人爱笑死。吼、哦，你从迄个酒毒甲变作警察的毒啊安尼？你若说唔看嘛，客我等于白送的嘛，无要紧啊。可能甲你讲哦，你这佛教徒无简单咯、哦、哈、哦，听好不？啊，你那个白酒毒哈，哇，我看都无啥好势啊啦哈。啊，厝内那是佛教徒厝内一定爱有卫生，拖皮刷，逐日都擦擦的。安怎样？因为气氛无同，听好无？所以咱技术的空间吼，所以进来底甲咱讲个体无同嘛，就是你的业识无同，所以变出来个体无同。啊，搁再来，业识无同，所以你的生活习惯无同，吼。技术无同，品质无同，生活品质品性无同安尼。吼、哦，这里是个人看就知影啦，听吼。所以呢，各部各有无同的法界安尼，听吼。足奇怪咧，像精进吼，边边两个修为啊啦吼，是台式，两个修啊台式安尼。啊，两个修啊台戏咧，因为伊这个一个大楼的修为咧，讲台戏迄个人，迄、那个红台戏迄个吼，就是笑这个讲台戏，这个讲是安怎？你几个月无洗身躯？啊，伊无洗身躯冻会掉咧。啊，只唔过伊伫修卫生内底，别人未看见啦，一个月无洗身躯，安尼未看见。伊即嘛得怎么个消遣嘛？消遣了，这个无洗身躯，这个人较夹到个台戏安尼。哦，那么即马咱来讲，是安怎较伊一个月无先先骨会冻会掉？有时咱自己无先两遍嘛，冻袂掉，因为转两就变安尼嘛。所以即个就业业识中也无共法界安尼，业识无共法界。啊，那安尼个看个，伊出来绝对有那未解好势啦吼，绝对无解情去想。即、这个就也前因有相关安尼，绝对含前因有相关。那么今日为什么咱真无先先骨袂使？即、这个含前因嘛有相关。所以我有听到一个技术，因爸爸讲，因妈妈那个嘴尾些身躯拢总烧霉安尼，哈，拢烧霉哦。因妈妈那叫身躯拢烧霉，讲这是我身躯，我乱嘛无你的代志，安怎吼？哦，这个严重啊哩。所以这个对伊的内心无共法界安尼，无共的法界哈，好安怎样哈？啊，较早我住伫高雄吼，有一个女将哦，伊每一顿饭煮了。迄、那个鼎位啊，一定爱撸一边，一顿饭就撸一边，撸甲变白色的，一顿撸一边，安尼，你甲看迄款的洁癖，洁癖吧，你甲看安尼，
迄个个内心嘛无感觉，吼、哦。啊，有诶是讲啊，因要搁困咧啦，陪那着煮吼。对吼、哦，迄嘛是安尼暖暖嘛吼。哎、哦，听无？啊，所以有你甲看迄电视翕出来，去家庭访问，迄几个厝内内底无啥啥，迄囡仔门窗拢无修无款，伊妈妈嘛是当作无啥要紧。啊，着既然妈妈当作无啥要紧啦，囡仔着差不多有安尼分析。就闻啊，无啥要紧，内底就因要去困下眠，就陪免治安尼，啊就乱去啊嘛。所以这个家庭内底地户地主吼，安尼就无啥正确个哈，款款都清洁，要困较个透嘞，困醒就款而已，吼、哦。爱注意这点嘛，生活规律啦哈。来，这个十法界中由各因各业所做的嘛哈、哦，听无？十法界中哦。啊，搁在生活动态，即拢无同，所以即个机关五甲讲安，处事法各各因各各果，不相难，固然是法界。等我每一界的因，靠有每一界所变现无同的果啦，吼、哦，绝对袂去有烧难去啦，绝对袂安尼，袂讲因为你做因，互别人烧，袂安尼哈，啊，你去接受别人的因。你的苦果是别人给你制造在这边，所以这卖人是讲安尼，万一遇到恶环境，拢讲若无甚物人敢害我，就袂安尼。但是甚物人为甚物会给你害？这拢唔免怨天尤人，这家己去忏悔，别人的家庭都无安尼，为甚物我的家庭这种的困境？吼、哦，这个各国因，靠各国果，吼、哦，未消难，所以它叫做各十法界安尼。今天哈，先生。唔爱和咱修行，绝对有原因。太太会跟咱阻碍修行，嘛是有原因。哦，爱了解这点哦。所以拢总有原因，哈、啊。所以菩萨《应乐本业经》上卷卡讲安尼：无名者，名不了一切法，未法界起三界业。那么这句叫做无名，就是下面叫做未法界，就是未真理啦。所以这句无名者。名就是不了一切法，因为不了一切法是缘起嘛，未法界一切法，不了一切法是缘起，所以集一切法而起贪嗔痴，所以才未法界，啊，才造三界的一切业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地界、恶鬼、畜生、人间，吼、哦，鬼道，安尼就是因为咱不了一切法是缘起本空。人的命运无论是好是歹，拢是因果啦，所以唔免强求，听吼。只要你要好好学法，你绝对袂去贫穷；只要你要好好学法，你的囡仔绝对袂不良。安尼俩，其他唔免搁点咩特别讲，你得爱个安怎，唔免安尼啊。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个因果本业经讲的。那么这个就差不多才是九书讲的啦哈、啊。一切法。一切界，这个是旧书讲的，世间书讲的。但是法界那是就理来解讲啦，这个直接讲真如理性，这个叫做法界安尼。就是咱人迄个自性或迄个佛性，迄个有那叫做法界，所以叫做一真法界。安怎吼？合称真如法性，真如实相，也是讲实际，因为迄个无变，所以它叫做实际。那么其他的有变，都无实际。所以迄个叫做一心法界。那么这个名相虽异，但是具体有因哈，就是伫佛陀伫无同的法会内底，佮讲出无同的名相出来，其实是相像。那么实相又是真实不变，所以佮叫做一心法界，这个是绝对，那是两都相对啊。那么一就是绝对，二就相对，所以另外一个名相叫做无二万一，不梦不真嘛。所以这个叫做真如一体。吼、哦，安尼知影吼，但是这个一真法界就是啥诸佛平等的发心啦，嘛个应该是吼、哦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咯、哦、哈、啊，所以今来在讲佛的发心含众生发心应该平等无二，差别是未讲哦，往别个清净，过念个清净安尼尔，吼、哦，但是清净当为佛，过念当为众生，未众生甲佛道安尼。安尼都有只差别啦，无应该是发心是无二，所以从本以来啊，不生不灭。对咱人迄个发心，从无始以来，本来就无生无灭啊。
但是非空非有哦，安怎非空？因伊会当创造万类，所以非空。但是呢，伊无实体相，所以叫做非有。哦，唔是一切相啦，所以才叫做非有哈。虽然名离一切法，但是呢，因伊是骗虚空，所以无类无外。安尼，伊是骗破虚空法界，所以无来无外，唯一的真实不可思议，这个叫做一真法界。这个是就理来讲的，所以这句法界本来是就书讲，也是就理讲安尼。吼、哦，那么这个法界虽然有理的法界，就是虚空的绝对真理。那么书的法界就是万相万类安尼。但是这个理跟书吼、哦，是应该是互相的问题。吼、哦，所以理书无解啦。就理跟就书来讲，应该是有那一体哈。但是以华严中所立法法界观来讲吼，又分作四种安尼。华严中的华严经，伊讲事的法界；第二就讲理的法界；第三就理事无碍法界；第四就讲事事无碍法界安尼。那么这个咱大概小可研究，什么叫做事的法界？就讲咱众生的这个心法啊，甲色法。心法就讲五蕴心。甲六欲心，这个叫做心法；色法就讲六根甲六尘啊，吼、哦，因为拢有差别啦，所以有分界安尼，这个叫做事法界。当然，你的身躯唔是我的身躯，我的身躯唔是你的身躯，安怎样吼？我的境界唔是你的境界，你的心理唔是我的心理，这个就是啥呢？个人无同。我的生活动态不是你的生活动态，安了解吼？所以这个是讲，这个就是意思来讲，个人有个人的分界安尼。那么第二叫做理法界，就是讲众生的这个色法啊，甲心法咯。虽然有种种无同的差别，但可是呢，有无量无数的差别中，有一个共同性的体现，安尼这个叫做理的法界，安了解吼？无唔对啦，世代无同，身体无同，年纪无同，命运无同，这是无唔对。因为这两种是因缘甲因果，无同的业，甲变现无同的体，无同的命运嘛。但是这两种是因缘所生法，唔过因缘所生法中有一个共同的发心安尼，这个叫做理法界。哦，迄、那个在佛经内底叫做心不众生三无差别，平等平等，这个物件。就是一真法界，就众生共有一个一真法界。那么第二、第三叫做理事无碍的法界。那么就理，吼、哦，理是由事现咯。这个人有理无理，安尼来甲讲，就看伊的生活动态就知影。这个叫做理由事现，安听哦。这个人到底有道德无道德？这个、有道德无道德叫做理。道德叫做理，无道德非理嘛。但是看伊的生活动态，甲伊待人接物，就知影，这个叫做理由思现啊。哦，所以咱个人要看这个人，有时阵吼，甲外甲看一个，但是不一定看会准啦，因为有的是假道德嘛吼。咱听有的是假道德，吼、哦。那么这个思由理生啊，因为这个思要活到成就，一定要有一个正理。无正理绝对袂得成就，所以理甲事互相交融，所以名叫做理事无碍。那么第三事事无碍法界，就是讲一切无同的事法吼，无同的事法清净融通，吼、哦。所以这个就是结讲这个一个多相，吼、哦、大小互融。定定无尽啊！咧，即个就讲一切烦恼，拢互相拥纳，吼，每一项定定无尽，安怎吼？所以清事事无碍法界，但是灌顶住的菩萨一定爱得到法界无碍地，就是这三项、这四项当中，你会当彻底体会出来，啊，不但彻底体会，你自身立其中，你绝对唔通受到这。事啦的问题来产生其他变化，你的问题又未通，
安尼袂使进吼。那么第四法界无边地，安怎叫做法界无边地？因为咱头前有讲到，有一个叫做一心法界，咱人的实相真理。吼、哦，头前才着讲到嘛。那么这个呢，众生的这个色法甲心法，有哪叫做法界？因为心就是五蕴，那么这个色就是六根、五六根，所以众生伫六根、六尘，这个称为法界嘛。这头前讲到。那么一心法界是单体的实体哦，单体的实体，所以这个单体就讲无对台的意思，无对台的实体就是绝对真理，所以这个叫做一心法界安尼。哈、哦，但是这个心法甲色法咯，是众生种种心甲众生种种色，迄、那个有印唔对，加加一位就得干涉，迄是何意啊？看好无？哈、哦。配合一个中甲加一位，吼、哦、加一滴啊，安尼就是种种种心法甲色法，就是众生的种种心。安那种种种种心，因为咱人心思动念多变化，吼、哦，这个叫做种种的心哈。那么佫再来，众生有种种的心，安怎讲呢？比如讲今仔日咱变现出来这个体，用人道来解讲，咱个人有无同的体质？哦，这个就用人道讲，为什么开无同的体质？因为咱人住的空间，啊，加这个个时间性无同。譬如讲，美国人伊的饮食的体质，咱台湾人饮食的体质，食米有食米的体质，食米有食米的体质。完全食素的人有素的体质，食肉体动物的人有动物的体质，这个叫做无同的性。哦，这个体质是无当看，但是这个是。无相性啊，这个是无相性。但是伫这个地球内底，人类有无同的肤色，这个叫做种种性。因为伊的生活空间吼，它养成伊一项无同的这个个皮肤安尼。之前我的隔壁吼，忽然间带一个日本囡仔来安尼，带一个日本囡仔。啊，我讲啊，你这是啥啊？你闹这日本孙啊？伊讲唔是呢。这个不是我，这个吼、哦、是我的囝呢。我、哦、你的囝是安怎开？这个面上含日本囡仔相像，因为讲，因为伊底下读册读三等，甲变安尼。安听好无？啊，怎么伊即马总揢一个啥？揢一个三年前要去日本读册的中间，迄、那个相片我看，根本变两个人。迄、那个就是伫这个所在的生活动态吼、哦，甲迄个无同，所以一方的水土。啊，甲养一方的人，有无有即句话无？恁敢捌听到？一方水土养一方的人，伊伫台湾即个所在面上吼，准变做成日本，准变做日本囡仔，三年了，是甲上国中毕业，准了读高中，安尼读三年，迄、那个面上准变出来，即、這个就是无同的色哈。听话，注意，伫爸母的。囡仔伫爸母的边仔，咪教育会到嘛？所以伊的行动，那是爸母会用甲教育。这个囡仔是循规蹈矩。但是即卖的人时代有种个病啦，人家讲送出国去读较好安尼。啊，即送出国去读咧，即卖无人甲管教，无人敢管。即卖一个两年过吼，底下变成接班派，全家小怕变戆戆，互戆转来安尼，互戆甲变戆人转来。所以即个就种无同个生活动态，较用出种行动。偏甲遮无共，有时咱个囡仔，咱是大人，因为环境上的问题，总甲放大，本来故乡读书，互别人顾，爸母总搬去北部，注意这个囡仔的动态生活习惯，准互人影响，到尾无共。嘛有一种人呢，因为伊两家，啊，即嘛亲戚就讲来我遐住，我住心甲教，住一年尔，这个囡仔总乖起来，安尼嘛有。哦、所以这个叫做啥？无相性哈，无相性。但是无相性，别个讲完全无相，那袂使，因为伊生活起居已经变了嘛。所以这个别个讲是，迄、那个动态叫做性。吼、哦，啊像迄个伫遮去日本住了迄个水土的关系，准变无共面呢。迄、那个叫做有相性，迄、那个看会到。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就是静态看会到。那么这个行为看会到，这个叫做动态的性安尼，这无共。所以这个唔讲，众生有种种的心含种种的色安尼。
搁再另外一点就讲，众生有无量的心识安尼，无量心识给指什么？就是给指咱人的阿赖耶识。这个无量的心识就讲无量精智哈，无量的精智识安尼。所以亲像普贤菩萨讲，每一个众生的众生精智，那有相呢是已经遍满虚空法界，每一个哦哈。每一个不是讲众生的这些人哈，所以这个法界无边地哈，这句话啊，就是给只讲众生色心诸法充满虚空，哦，那么有无有边际安呢？那么众生的色心诸法已经充满虚空，那安尼来讲，你若无去了解，当然你无可能度一切众生。因为众生的变变真紧，个变化真紧。为什么会变化？就是业业性、业相分变出来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这个囡仔都，比如讲，这个囡仔忽然间会变安呢，都有一个伊的根本问题，你爱知影。所以这个他心通，佛尊的他心通吼，等于一定爱了解这个众生的这类性、的经济所产生出来这个基本因素安呢。所以佛陀一定爱知影这个，吼、哦。要注意吼，因为咱人的行动绝对和心念有相关，所以一定要了解这个众生是为什么，伊的动作安尼，啊，这个是安怎动作安尼，就是伊的类型起现行的基本问题。所以佛尊一定要了解这类型的这个的经济。所以这句话讲，吼、哦，无边际哦。所以今仔日佛菩萨一定要了解，所以大乘起信能够再讲安。虚空无边，故世界无边。吼、哦，啊，世界无边，故众生无边。啊，众生无边，所以心性差别亦好无边。卖讲啥混啊？卖讲这个叫啥？众生无边，心性差别无边啊！我跟你讲，一个人都无量的境界嘛。所以一个人无量境界，所以这个心思都多变啊！我跟你讲真正，有时咱控制袂了。啊，那控制袂了，比如讲，这个代志做了都唔对，但你嘛是做了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强有那个精气普贤，你就做了啊？听话，无法度啊！所以这个就是安那，你由合法中去断，去净化，那无真真正正众生要解脱，那真困难。合法了后，你知有先知袂使咧，但是有先半推半就咧。为什么呢？就是你业识的浮现啦，浮现半推半就，就是迄个有浮现的业识，它造成乎你哪要改哪唔改安尼，安尼来到就是海妖了，哈、哦，爱知影吼、哦。所以今来在讲心性的差别嘛无变啦，原因就是咱的精气无变啦，哈、啊。所以可以讲众生有无量心啦，所以今仔日伫这个大地三千大千世界啦，它创造无量无变的性。这个性不是讲颜色的性命哈，因为包含一切相就对了，包含一切相，所以灌顶主的菩萨一定爱得到法界无边地安呢。好、哦，安那无里边那个有众生，一定爱知影。那么第五，充满世界地安呢，是甚么叫做充满世界地？这个世界另外一个名称叫做世间嘛，哦。因为世在千流，有过去，有现在，有未来的时间迁移流动、哦、所以这个界就是有分东西南北的分界。比如说今天我们只有台湾岛，你就分一个台中县、啊、台中市、哦啊、就一个彰化，一个分林，这样就是分嘛。但是只有台中县又再分一个什么五车啦、台家啦、清水嘛、哦啊、就变成个人有个人统合权，这个叫做界啦，哈，叫做界。那么这个分界，这个叫做界，所以界啊，按照这个大千世界来对联吼，这个有分一个三界六道，吼、哦、啊，三界六道内底有二十八天安尼，吼、哦，二十八天的，所以这个界有小世界，有小千世界、中千世界、大千世界嘛，所以安尼加起来吼、哦，大千、中千、小千。安尼叫做三千大千世界，但是三千大千世界内底，你按照咱这个娑婆世界，三千大千世界都要有一百亿个须弥山，
安尼，这个一百亿个须弥山嘛是分界，但一百亿个须弥山有各须弥山的四大部洲，每一须弥山的三界，吼、哦，安尼就无同哦。所以虚空无边，世界无边，无量无数，所以这个叫做一切法界，吼、哦。那么这个什么叫做充满一切法界地呢？这句话讲，佛陀的广大妙用吼，遍满世界，吼、哦。迄个个无一人伊未明白，所以金刚经会下卷遐佛陀甲讲安尼。即个尊教念道，因为即句即个比如我不是因如，伊讲娑婆地无以温和，如一恒河，吼、哦、中所有沙，犹如是沙顶恒河，是诸恒河所有沙所覆世界，如是念为道吼，心道世尊。不过娑婆地，你所国土中所有众生就凡众生如来实地。那么这句的意思是，佮讲安尼哈，伊讲娑婆地的意思安怎？一条恒河吼是2500公里，看你刷偌济。但是有刷遐尼啊济恒河，我安尼较看恒河佮偌济。但是在恒河所有的刷的辐射还佮较济安尼。吼、哦，那安尼呢？你讲济也无？哦，啊，这么这娑婆地甲应一句讲真济啊，但佛陀甲讲，所有的一切国土众生有偌济心，佛陀拢总知影。这个就是啥呢？充满一切世界地，安尼了解无？所以今仔日菩萨一定爱学解出来，这个较会当达到天眼通哦。天眼通较有可能治一切众生的这个烦恼病安尼，因为会当直接看业运动态，看业业色安尼。好，弥勒尊好，哈。